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YY 调频3723一名主播，我叫冷小冉。这一首歌呢叫做《黑社会》，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喜欢，多点击多转那个点赞哈，转发，谢谢大家。我他妈就是黑社会，最美的姑娘得排队，左青龙胸白虎，中间门脸是拉拉鼓，大裤衩子大拖鞋，谁不见我很染心。我们那个三跑堆儿都知道我是社会人，今天大哥爱两串，还需大哥我跑得快，眼看那小六偷偷夸夸撒腿就是撩，拼命的跑拼命的撩，就像老师跟家教，我拼命的跑拼命的撩，卡的跟头算一招，回头一瞅人不见，大哥起来我擦擦汗，猛然低头这么一看，我大哥的东西开的是谁，是谁，谁在我跑的时候踩我拖鞋，谁谁在我撩的时候踩我拖鞋，真淘气真淘气，我大哥的拖鞋这么给力，进北关手好干，我上来还有那小兔子，我不干不干，还我拖鞋那群混蛋，我不干不干，这群混蛋真是讨厌。我回家拿起了大菜刀，大针小针我口气撩，突然看见了一个美女，樱桃小嘴大腿一劈，上去就对老妹说，在吗在吗在不在吗，突然出现了一个大汉，八块腹肌被这蒙面，这大汉抱住了我的腰，老妹儿抢走了我的刀，咣咣给我一顿爆消息，最后拿出了我的钱包，我是个真后悔，是我是个真笨蛋，是为什么嘴巴就是那么这么贱，啤酒瓶怎么易拉罐，大哥就是这么有范，我是个小男仔，哎我要把你款，是我有三轮车，哎我要把你摸，是我有花样另类，是我操来好了，这样的一首歌送给你们啊，大家多多转发，谢谢你们啊，发到朋友圈，完点个赞啥的啊。